角落生物的印章。我介绍哎，这是角落生物树屋。这是假纳咪的宝宝猫，宝宝猫的小板公仔，嗯，很可爱，可爱。以上就是卡哇伊，卡哇伊。这三个以后要抽抽乐吗？嗯嗯，好的，可以只能拿一个，一盒一个，只能拿一个。那我要这个，这个的，一人一个而已。我拿里面的白熊，那我要拿里面的，我不知道猫咪是哪一个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猫咪是哪一个，看一下，是猫咪的。对啊，有电墙是猫咪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可我比较想要白熊哎。我要白熊。啊。先介绍你的，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白熊的角落生物印章。我的是白熊的树屋，是这个白熊刷油漆的吗？对，涂水彩的。这个是我的印章。我的。我的树屋，欢迎，是迷你，是迷你的，好小哦，你看还有楼梯，哎，我第一次看过哎，那你看，哎小，还有小窗户，首先是我们的，首先白熊本体，水彩的白熊，好可爱。白熊卡哇伊，白熊是主角，对不对？嗯。可白熊不能吃，白熊不是主角，白熊是主角。你敢说白熊是主角？没有，我不是说白熊是主角，我说白熊不是主角，是猪，是白熊不是猪脚，是主角。不是白熊是猪脚，不是主角的意思。这是什么？啊！哦，这是它的小挂挂吗？可以挂在这里的。这个、白熊小屋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是它画。这个应该是，看这个啦，不用勉强。这个在哪里？这个晒衣服的。哦，超画打开。迷你画。好可爱。可以的，姊妹。嗯，那是我的，好感哦。啊，要放在这儿吗？那，这是我的，我要自己用。你都放错，我不要那样放的。酷猫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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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猫猫，猫猫猫，猫猫。哦，白熊是里面最可爱卡哇伊的一只。对啊，每个人都喜欢。对，因为它是主角。来看看看喽。嗯，看我的白熊小屋，我涂太浅了。这是卡哇伊。白熊好烂呢、哦。是啊，去下面画吧。哇！画出来就会是这样子。你看，白熊在屋顶上画画。啊，姐姐，你要把白熊楼梯用倒了。不是我弄的。你刚才这样吃，那就不对。哦，Hello Kitty 的站呢？站在上面，站站站。这是小包裹。我的白熊卡哇伊。就先把一年用完。是第二次印出来的，还比较可爱呢。妈妈看他画红红夕阳。妈妈你看，白熊还真
穿。白熊是最认真的、啊。哇！啊，琪琪酱，你最会帮我盖学校印章了。噔噔，万能印章，万能机器。向前走，龙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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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白熊他在画红色夕阳。嗯，可是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要怎么画。没有红，他一定要画了。你看，这是印章，这里有他印出来的样子。楼梯掉下来，楼梯掉下来，楼梯掉下来，楼梯掉下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像小铃铛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先自己拜拜，拜拜。